在多台智能设备无缝连接的时代，全球领先的智能终端提供商 Honor 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场景终端设备生态，提升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体验。除了精益求精， Honor 为了回馈消费者，推出了 Honor 70新颜色，并且和一触即通合作推出限量版的专属礼盒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首要媒体集团宣布与中国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展开战略合作，为我国观众提供各种独家精彩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。作为这场媒体盛会的智能终端设备合作伙伴， Honor 希望为消费者打造全场景解决方案。马来西亚是 Honor 全球战略上最重要的市场，是所有重要产品在全球上市的首选国家。马来西亚消费者对创新品质服务的追求，就是 Honor 坚持投入的方向。 Honor 的愿景是为消费者带来不断创新的全场景智能设备，创造属于每个人的智慧新世界。 Honor 70搭载全球首发索尼 IMX800 超感光主摄，自从8月份上市开始，就广受马来西亚消费者的好评，被众多媒体评为该价位档最佳手机。Honor 一直致力于成为构建全场景、面向全渠道、服务所有群体的全球标志性科技品牌。他们坚持追求更高品质智能设备，不断改进和生产能够满足每个用户群体需求的新产品。为了表达对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感谢， Honor 推出了 Honor 70新颜色冰岛幻境。我们还与叉产购合作推出了限量版专属礼盒，希望通过科技与美学的结合，为广大喜爱 Honor 的消费者带来惊喜。这款礼盒只适用于限量的 Honor 70冰岛幻境新颜色版本，更多详情可以透过 Honor 官网查询详情。